咱女子好啊。全雷打秀秀秀秀秀陈俊秀，我还特别邀请每一对各一对女孩要开始利用朋友了，我要来利用朋友了，我要什么样的教我对跳应援，这个很壮观哎，从来没有练舞跟其他队一起练过，对他们一是这样子，同乐会的感觉。大家来猜看第一个谁会先到行程，因为他刚在四点还没办的时候就问我说，哎，你不交给我，我觉得他要出门了。哎，第一名是兄弟的，第一名是兄弟，乐听总冠军。我们以往就是不用记这么多应援，但这一次有五队，然后五队应援都超级多，所以我就各叫一队的最厉害最强的。哇，真的谢谢，最强的啦啦队来教我们应援好不好？我们来的都是精英中的精英，不是英精哦，好不好？那我来，我们问一下魏全的，你对你们家的应援有信心吗？我对应援很简单啊，很简单吗？最难的是你们家乐天最難。哎，编舞者在这，编舞者再给我再编难一点啦、啊，没关系啊。副帮的也很难，副帮。副帮也很难，副帮小而小，为难。我觉得是乐天跟统一的最难。哇，我们的兄弟小安如何？你现在紧张？你第一次参加明星赛吗？不是，但我怎么记得以前明星赛比较开心，同乐会怎么这样？对，我们这次感觉压力很大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，你要想的，我们是要让自己变得更好。然后上你的班，那也来上我们的班。对对对，以后我们交换啦啦队。对，因为宗旨一家亲啊，好吧？因为我知道是最愿意的。对，好可爱哦。全雷打秀秀秀秀秀陈俊秀，然后就陈俊秀，来要放音乐哦，好，走路，陈俊秀，哎、欸，好可爱哦，有点，放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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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秀秀秀秀爱你哦，拍手，拍拍拍拍。陈俊秀，安打秀，全雷打秀，秀秀秀秀，陈俊秀。我来朱玉贤，朱玉贤，噔噔噔噔噔，朱玉贤，噔噔噔噔噔，朱玉贤，乐天桃园朱玉贤。一棒全雷打朱玉贤，我有学学弟啊！刚刚你是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快点抖一次来！炸裂，咱女子好啊！三个 I 底线 MIN。
好，队长来富邦，富邦代表社畜直接打社畜 IG 找得到。魏权，魏权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星辰 ，IG 是 LAPEND 呀，一二一五八八。OK， 来兄弟三位。你要讲的 IG 啊！哎呀呀，午夜一下又没了。BOBO.075 好。2.31 耶！我刚看到 Sam 封住了架摄影机的那个脸啊，怎么样？跟他平常在录异想的脸完全对，完全不一样。之前异想的时候这样吗？对。然后他刚刚炯炯有神啊，他刚刚这样。然后眼里戴着口罩，我都看得到你面带微笑。对，眼睛都在笑。我们站在后排都看。你们的笑容，刚刚跟着在那一集想微上扬，真的很会上扬哎，眼睛下扬，然后嘴巴上扬，他眼睛怎么眯？你那眼睛真，眼睛真，到底有什么好笑？三鼻笑，我们怎么罩不住？我这么狠，还是我们开个节目？他叫什么？叫什么？看上片，我想一下哦。素懒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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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素你懒蛋，素你懒蛋，素你懒蛋，我们要唱，我们要唱，素你懒蛋，来五四三二，欢迎收看《素你懒蛋》。我好喜欢节目，需要你们的支持。我们要订阅起来哦。人家那边是演讲，然后你在讲这些，好可怕，等下收一种吧。可以，对，赶快开始。深夜节目是凌晨三点才会上啊。十一点就可以了，真的开始晚上可以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对，那我很想。你们怎么开始尺度变那么大？就是这样，像穿在内裤，你要随身带内裤。我跟你讲，我之后随身内裤在头上，对。OK， 重力在脸上。对，在我屁盖也要，在我屁垫能垫的就垫。真的，我们真的叫素颜感，但我觉得蛮厉害。没有要跟你们说，内容就是上综艺节目吗？哎，随意呀。我们要聊什么？聊两性啊，聊两性的教育，我们是健康两性的教育，因为现在健康教育很重要，而且配上你的脸，真的不会觉得是健康的，而且健康食品都可以记录。好啊，赶快，好不好？点，你们赶快出个，赶快研发异想天开，赶快研发健康食品让我们带。他听那么多产品了，还是要我研发？大家喜欢这一集阳光蜜，下一集凤蜜，然后再夜黄叶黄叶黄素，对，胶原蛋白。对，然后出外景去他的火锅店，酒类也有，都有，所以不要看错人，真的是不是？你看，赛你要啊，你不用，都是叶黄素，没有，他没有这个困扰，他没有这个困扰 ，OK 的。